咋玩啊？这在里边拉玩一圈了。多少钱能玩一圈？十块钱。十块钱？五十。五十啊？你们前面贼瘦那个哪去了？那不知道。脚拉出血那个呢？那不知道。我是新来的。都自己家养的。养完了就是腊八以后呢，还养呢。这是喂几根肠了，刘毅大姐？两个喂，吃二十多根了，是不是？你再拿一根喂他，这阿拉已经是吃了七八根肠了。刘丽还好，刘丽还好。不给饭的，利用完最后价值就给卖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他是脖子上的项圈，还是广拉爬的那项圈？吃十多根的，这才旧的，才到救助站，刚刚抵达救助站，刚刚抵达救助站。孩子啊，好不容易从你身上解下那链子啊，大家看一看，这身上链子还有绳子呢，狗拉爬那绳子，嘿嘿。哥给你解下来了，孩子，从那以后你就自由了，不用工作了。阿拉，这个孩子充满了好奇呀，现在，哎呦，嘿嘿，肯定是懂事，活下来了啊，咱活下来了。哎，孩子渴了。这顿喝呀，啥的，你就多少天没喝水了？哎，还喝呢？哎呀！因为它是这个冬天我们救下的第一只狗拉雪橇的孩子，网友起名依依。这个孩子是在松花，据好心人说是在松花江松浦大桥江下拉狗雪拉爬犁的孩子。大家有没有见过，还有见过他的，当时可以私信我们。依依，你很幸运成了今年冬天我们救下的第一个毛孩，第一个狗拉雪拉狗拉爬犁的孩子，嘿嘿，儿子，大家救你命，你给我洗脸，哎呦，依依，还挺香的呢。
这么好的狗也不要了，那其他那些街上的咋整啊？陆续吧，陆续志愿者等志愿者的消息，因为我没有时间长期守在那儿，我只能等志愿者的消息。现在这个阿拉斯加就是闻了一下，身边特别香的，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是让他拉雪牌的时候打理的，就是特别干净、特别香，为了吸引大家，可能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。然后这么好养的这么好的都会送到狗肉车，也没有用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尤其是这些人给他拼命挣了一冬天的钱，冬天的一冬天的啥，一冬天的米，完了还往那顶上送，觉着咦嘿嘿，这是支架，也不是吃的啊。哎，我要起名叫依依，是我们第一只来的幸运猫孩，是花了3000米救下的。对，花了3000米救下的。啊，他们现在是在怀着一个侥幸的心理是在做这个事儿，因为执法部门来了以后他们就跑，等就包括昨天我们去看，他们也是陆续偷着来的，那应该是咱们去就一条两条是不是啊，后续就哗哗哗就偷着往这来，来的不少。他们心里就是有机会能挣钱，还是有机会能挣米，还是尽量在挣米，因为他据我了解，他们一冬天能冬十来万米呢，就是这三个月呗。对，特别特别挣钱，一天都能挣5000米。因为咱昨天去了，你看那个都陆续的做拉狗牌的人很多，这个下了，那个又接着上了，很多都是外地人。所以说当时街上就有好心人说，直接去把这狗买回来，他们不卖。肯定啊，不能啊，实在就是抓他很厉害的地方，他也不敢那啥。像今天这个，他就是处理了。今天其实之前还有两只狗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送了狗肉馆，咱们志愿者没发现，没拦截到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是昨天，在那个地方拴在车上，可能没干活的时候就给我发过来了，我就让那志愿者关注一下，结果。今天早上果然是这种效果。他往呼兰那个狗馆路上是不是？对对，特别长。就是在狗车就都是犬瘟，癌症，皮肤病，就是各种病。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吃狗肉，本身它就没有检疫的。对，大家看，这是跟那个我们的雪橇犬同时上狗肉车的大狼，它现在是什么疾病？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狗子。 对，这个就是被送到收狗车上的狗孩子。今年要不及时救来，这个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。对，孩子他们就会流入到饭店了，流入到饭店了。你看啊，刘大姐，他这些商家有的是好，有的是自己家狗照顾得很好很漂亮那种。对，他们这是这样的，咱们昨天我也了解了一下，有几个特别漂亮特别胖的，就是主人亲自养的。完了每年就是他们俩，有的你就可观察，有的特别瘦特别可怜的，就是他们先从狗贩手里买的，买完了再做这个事儿，完了不行了就处理掉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先买先拉呗。对对对，有好多是这样的，因为每年我们在江边都就不少救。感谢相关部门的整治，行动迅速拯救这些毛孩，感谢全国网友对这些毛孩的关注，拯救这些狗拉雪橇毛孩17年，感恩第一次这让些毛孩受到这么大的关注。